台湾花莲市花莲市今早发生 5.5 级浅源地震。据德国地球科学研究中心 GFC 称，此次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023年10月24日星期二上午8时5分，震源深度为10公里。浅层地震比深层地震感觉更强烈，因为它们更靠近地表。随着地震学家审查数据并完善计算，或其他机构发布报告，地震的确切震级、震中和深度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几小时或几分钟内进行修改。地震监测服务机构确认了来自 Respirashake 公民地震仪网络的第二份报告，该报告也记录了一场里氏 5.5 级的地震。其他报告同一地震的机构包括法国国家监测局 RENES 震级为 5.6 级，台湾中央气象局 CWB 震级为 6.2 级。根据初步地震数据，震中周围许多人可能有震感，除了物体从架子上掉落、窗户破碎，距离震中71公里的与那国市震感应该比较强烈，距离震中95公里的花莲市，距离震中118公里的宜兰市可能有中度震动。